You say love is messed up. You say that it don't work. You don't wanna try, no, no. Baby, I'm no stranger to heartbreak and the pain of always being let go. And I know there's no making. 我们就是这趟来，其实第一是转了两次，第一次飞机坐了差不多7-8个小时，然后转机又坐了大概1-2个小时的车程嘛，然后就一路就很感觉就很艰辛，你知道吗？就转来转去，有粉丝在那个机场门口等我，然后抱着鲜花等着我拿礼物等我。其实你在接我之前，肯定要在外面等很久，然后天气又这么冷，就其实我每次都，其实挺心疼的，就对，因为也不知道他们等了多久，他们也不会告诉我说，我等了你多久多久什么的，对，就是我也知道他们很用心，然后我也很感动，然后也很感谢，对，所以我会更加的努力做好，然后不会辜负他们。Is it a sin that I want it bad? Halfway to hell, I've made my bed. Baby, give in, and we'll be gold. If I go, will you follow me home? Just like a pill, it's going down. Just say the word, I'll take you now. Come get me high, so I won't be low. If I go.山顶印象深刻。今天不是登到了那个山顶吗？最山顶，然后竟然在那上面还有 DJ 台，我觉得好神奇。对，然后竟然在上面还可以蹦，哇，真的觉得太神奇了。对，这个我印象蛮深刻。我很喜欢坐缆车，就是我很喜欢就是双脚离地的感觉，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经常做梦会梦到自己在天上飞，我就感觉飞在天上的感觉特别好。然后坐缆车就是有些人可能会晕啊，但是我就觉得很刺激，就是可以在一个很高的地方，然后看这个下面的一些雪啊，包括远处的一些山啊，我就觉得还挺好玩的吧。我们在上那个山顶舞台的时候，就是在路上遇到一波国人嘛，然后我那印象还蛮深的，就是因为我们坐那一趟缆车的话，大家都是带着滑雪的装备，然后我们有一点怎么说呢，不合群或者说格格不入吧，就是穿的很旅客，然后就上去了。然后也有说在途中有一些交流，然后他们就会很好奇或者很惊讶，为什么我们来到这个滑雪圣地居然不滑雪。然后因为我前些天的交流完了之后，我回去看翻微博嘛，然后有翻到这样的帖子，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
Food for Stella. It is the Rocky Children from China. What's up? Nice to meet you. Hello, nice to meet you. Yeah. Oh, so nice. Hello. Okay. 我觉得他们音乐风格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就是 Army 的是偏旋律和歌多一点，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他是节奏特别特别嗨的那种，而且节奏比较紧密，比 Army 的要紧密一些。就所有人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是打完一半嘛，他就会就那种举手，就感觉大家都很崇拜他，就那种崇敬的那种。我觉得他也是，就是太享受，对，就享受，就哪怕就是下雪天很冷，他就又穿，我就觉得哇，很真。其实那个时候我看到就是 DJ 那么有号召力，我心里面就是对，有点震撼，有点感动到，就是那种感觉。对，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站上这个舞台，然后所有人对你这样子，那多酷啊！真的太酷了。番茄酱，对，这样够了吗？全部都来一个吧。我们移走一盆面，好不好？哎呀，这个盘子太大了，把面挪走了。你们吃哪一盘？哇 ，very good， 哇，肉，肉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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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来，后面朋友的头。肉还没有。哇，真香。很香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让我先拍还蛮喜欢吃国外的那些什么薯条啊、汉堡啊、芝士火锅啊，有芝士的呀，什么我都会蛮喜欢吃的。吃的话呢，其实法餐不是特别的适应，就是可能口味我还是偏中式一点吧，但是我们倒数第二天，就是昨天我们去吃那个烤肉，然后就是每个人一份，然后就大家一起吃的感觉还蛮开心。现在去买周边产品，看看有什么一买不可的东西。我想买他们的帽子。来一趟一定得带点什么东西，但是其实一开始我不太想，因为我平时穿深色衣服比较少，我就说不太想买深色的，可是他们所有人都极力建议说买这一件，然后后来发现就是这一件款是我们所有人买的最多的一个那个什么款式，
这一件是最多款，大概有三个人买了这一件。主要是因为它上面有那个就是阿尔卑斯山，就是因为这一次你们说是那个 Tomorrowland 是十五周年嘛，然后说十五周年确实在第一次在阿尔卑斯山这样子的地方举行，我是觉得很有意义。很可惜我想买的那顶帽子已经卖完了，我当时看了好久就觉得那个帽子特别好看想买了，就但是就是可能太热销了吧，就已经没有了。有一天的雪特别的大，那天我的整个羽绒服全都湿掉了，就回去的时候就羽绒服已经没有法穿了，因为很冷，所以就感觉就全身那个肾上腺素就是已经全部出来上来了的时候上头了那种感觉。我是觉得可能我出去了三分钟吧，然后全脸都是冰。特别深刻就是在我们下到一层那边，然后跟着我的团员一起蹦迪。我非常喜欢就是大家一起去嗨的这个气氛，然后包括昨天晚上看的那个舞台整体的那个灯光也好啊，然后就是烟花秀也好啊，然后包括大家一起在一起嗨的那个感觉也好啊。Said I love don't hurt us. Hey. Hey.感受差不多一样，在我想象中里面，因为我觉得电音就是很嗨，然后舞台很炫，然后 DJ 很厉害，然后台下的观众会很激动，会很愤怒，就是愤怒的那个意思是，就对音乐的那种强度会更强，这样。感想就是很嗨，很开心，就是因为第一次嘛，又是在国外的音乐节 Tomorrowland， 又是第一次在雪山里面。就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很新鲜，很开心，很兴奋的。我最喜欢的话应该是那个 Steve Aoki， 因为我之前有听过他的歌，然后看过他的一些专辑或者说唱片的封面，我觉得还蛮酷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我是听的是一个组合的歌，然后呢是他可能会有帮混一些电音，然后我去听完之后我就有去看他的歌单，然后在他的歌单里面
就听过一些歌，但是那个时候呢还是只是说可能知道他不是很了解，觉得超越他的呢就他的风格蛮有层次，然后呢也有记忆点，而且他会用很多很新潮的元素。那当时曹爷扔蛋糕的时候，我记得是鲍娟，对，好，他好像问我，他说你想不想被他的蛋糕扔中，我说不想，是哥哥问的吗？对，就我觉得这个扔蛋糕那个气氛是挺好的，但是如果被扔中也蛮惨的，就是脸全部都是蛋糕。嗯，因为这次演唱会是我们最后一场了嘛，嗯，想要说有一个更好的更完美的结尾吧，所以其实这一次大家都会更用心的去准备。我还蛮期待说我们在演唱会的时候可以现场很嗨，一就是前面两场的演唱会经验都能够就是给这一场都可以是成为这场的经验，然后不要做的比前面两场更好，然后可以把电音节的那种氛围和气氛也带到演唱会的现场。嗯，因为毕竟是最后一场了嘛，就是我们这一次演唱会最后一场就告一段落了。我觉得能安心的过，然后在表演上没有跳错没有唱错就行了。然后最后一场也希望喜欢我们火箭的人都能有机会来看看我们现场。这一次呢我们在现场就是看到了很多很优秀的 DJ 嘛，然后我觉得他们有一些跟现场互动的方式我们回去演唱会其实是可以学习的，比如说一起拍掌啊，然后还有喊口号啊，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是可以学习的地方。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就需要再多去练习一下，然后呢我自己个人的部分呢会有惊喜了，这个可以期待一下，但是现在我就先不透露。但是呢对我来说应该是个挑战，就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这个惊喜吧。就希望可以大家期待一下。哦，给你的告别，你说拜拜。拜拜，我不会晕车的，我一定会平安顺利保命的到达机场的。拜拜，明天见。我要期待夏天再来就是了。好，齐了，拜拜，拜拜，拜拜。